咱的市民朋友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吼，就讲咱今年其实纽西兰伫四月初到，等于讲咱台湾台南的往来会当进口，会当出口去迄个纽西兰。啊，市长真关心这件代志，所以咱今日是五月初八，一个月内底时间吼，咱就已经准备台南品质上较好，嘛是台湾品质上较好的关系往来，啊有迄个250箱，拢从迄个1.5公吨要来迄个出口去纽西兰。我想这是一个真无简单代志，咱农民从咱个往来品质过好，啊，政府来甲咱斗做个出口的朋友，唔讲咱农民讲做个计划是完善，今年往来个出口的业绩一直拢做好，成绩嘛真好。像市长常咧讲一句话，啊，只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是货。咱关闭往来是全台湾做出名，准伫全世界嘛真出名。啊，准备成功来外销，进到纽西兰。我想对咱迄个关庙，对咱台湾的往来个人有一个不断鼓舞的作用。咱希望讲这個外销广告的，并且能够继续增加，来确保咱农民的收入。